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，欢迎在3月13号星期天下午的2:30，跟着我们的镜头来到高雄凤山体育馆。外线跳投是唐马士，弹框而出，唐马士的篮板。海燕单挡过后，再交回给杨敬敏，做一个假动作，在中距离做抛投，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出现了8次的失误。但是他自己要去控制好，对，护球动作真的要做好，那连续2球都被拨掉了。哎呦喂啊，杨敬敏打得跟泥鳅一样哦。Legends 抬的速度蛮快，进射加罚，而且还有机会2+1。来看一下这一球，虽然身高没有优势，对抗也失去重心。中距离 Benson 从昨天开始的手感就不太理想，不太理想。嗯，而且我们现在攻击的那个战术非常的重要。又是一次的反快攻，两次快攻互相抵消了。我要打阵地战的话，国王这边也非常的有经验。哇，阿敏直接打起来，外围的三分球，球砸进来，这个篮板球国王再保护下来，获得新一波的进攻机会。篮底下，坦马是2分要的轻松，结束了，20-18。小胖外围也来还一颗，张文斌详细的切入球篮，这边球拨裁判没有享受，张文斌交给李云峰走底线做切入，小胖变速再把球带回来，李云峰进去假动作，也会哦。这个最漂亮，台湾最漂亮是自己了。自己的转身是台湾最漂亮的，大转身，大转身。真的觉得他是一个蛮温和而且个性蛮好的洋将。汤马士的站位就回到高位了。对，挡人过后下滑，再交给 Q。翻身的跳投，汤马士个人连得5分。哇，对，对对对。外围，洪凯杰来了，要球。汤马士，我的妈呀！哇，本来体能不好，因为一直进三分球，他整个体能都会上来。李凯燕，阿米，进算加法。来看一下这一球，阿米 crossover， 利用汤马士的掩护找了一个。洪凯杰走底线切入高投，出现失误了，莱摩根要把球接稳。一个阿敏再一步三分线外出手，这是他的热区啊！不出来了，好球！底线开后门啊！球差点要掉，雷根再转移出来，杨建敏的外线开火，在三分线外命中。哇，这边球被拨掉，前场的机会，灌篮，新北飙风玫瑰，太客气了，应该灌篮。预判到德维居然会把球放进，对，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会出手了，没完全在传导的。德维粘得相当紧哦，这一球哇，让现在汤马士拥有制空权。制空权，底线果然是轰，主观上来的进算加法。阿敏在下半场两次漂亮的突破。新人队出来，郑德维转移到了凯燕手上，投一个 low two， 现在防守有点下滑，这要注意一下了。现在双方三分的差距，计算加罚，杨敬敏连得5分。凯燕找不到人，选择自己来。目前为止也攻下了10分。小胖比了一下，带一步在外围出手，三分球有。底角，杨敬敏中距离急停跳投，插板得分。凯杰第一时间没有起，选择用切入的方式去开。汤马士这一球进了，结果被盖了出去。关键的火锅。杨敬敏攻下39分，绝对是大功臣。